29岁小伙子爱上了60岁的老仙女。别看妈了，哼，妈，这是咋办？咋妈？一看到比自己还大几岁的儿媳妇，这可气坏了老妈。气坏吧，我刚是30多岁，还在打招呼，你啥子？我看那几件事，他喊我。然而得知儿媳妇怀孕3个月，老妈立刻脸上笑开了花，不仅接受了老儿媳妇，还亲自带着两人领了结婚证。这到底是人间自有真情在，还是背后有什么阴谋阳谋？白天不懂黑的夜，元宗陪你看世界。时间2009年，具体不详，地点四川邛崃。这天，29岁小陈为60岁小女友小熊精心打扮了一番，喜气洋洋地回家见父母了。55岁的婆婆陈母等在门口，她也很好奇儿子会给自己带来怎样的惊喜。当陈母看到儿子出现时，显得非常高兴，因为儿子把丈母娘都带过来了，看来这门亲是稳了。然而，别看妈了，哼，妈，这是咋办？咋办？这突如其来的神转折，打乱了陈母在彩礼谈判上大杀四方的所有准备 ，CPU 开始疯狂干烧。这个看起来可以做自己妈的老 baby， 竟然不是自己亲家，而是儿媳妇。她突然觉这个儿子不能要了，一定是被夺舍了。于是刚刚有多热情，这会儿就有多绝情。眼见自己和老 baby 的爱情得不到祝福，这让小陈和小熊非常绝望，于是准备在厨房里熏死殉情。突然，陈母把小熊叫到一旁，准备来一次棒打鸳鸯。结果8个小时闭门会谈后，陈母竟对外宣布认了这个老儿媳妇，这让所有人都始料未及，小陈更是喜出望外。为了不给母亲反悔的机会，小陈带着小熊闪现到民政局准备领证。工作人员抬头看了一眼说，小伙子，领证需要夫妻双方到场哟，丈母娘可不能带领的。经过小陈一番解释后，工作人员不得不承认是自己眼拙草率了。好，你愿意就是娶唐红军吗？愿意。唐红军，你愿意嫁给陈老板吗？愿意。哎呀，干啥的你们就白头到老了，你愿意干啥了？结婚第3天，小熊突然就有了孕期反应，每日不是睡就是吐。陈母满腹狐疑，自己都绝经多少年了，这个比自己还老的儿媳妇竟然还能给陈家延续香火，这事说出去恐怕是个人都不会信。于是他找到小陈问了个究竟，结果小陈神秘地说，他带着老婆到邛崃医院做了人工试管婴。这着实让陈父陈母惊喜异常，买来了好吃好喝的食物，准备给老姐姐儿媳妇好好补补身子。然而小陈却突然提出要带小熊到城里去生活，陈母当然极力反对，百般挽留，但小陈和小熊竟在一个月高风黑的夜晚悄咪咪离开了，而且从此杳无音讯。陈母百思不得其解，按理说怀孕了就该好好安胎才对，这么急匆匆离开，要么心里有鬼，要么肚子里有鬼。可是自从离开之后，陈母便再也联系不上儿子儿媳妇了，一切猜测无法证实，这让陈母犹如百爪挠心，每天郁郁寡欢，眼看人都干巴了不少。转眼间中秋节到了，陈母千方百计之下终于找到了儿子的踪迹。哪里？我的，我才打工了。打工你找我，你这哪不走啊？哪里呀？随后陈父陈母押着小陈来到他和小熊租住的房子，然而小熊此时并未在家，但家里确确实实放着许多婴儿用品，这让陈母心安不少，看来儿媳妇似乎可能也许大概是真的怀孕了。可是一问之下，陈母又怒了，原来小陈竟然自己不上班，还让年过60怀着孕的儿媳妇到超市打工。于是几人马不停蹄闪现超市，找到了正马里搬运货物的儿媳妇。看着忙碌的小熊，可把陈母心疼坏了，立刻拉着小熊要她回家安胎。然而无论怎么劝，小两口就是不听劝。陈母又提出带他到医院检查，小熊还是犹豫地拒绝了。陈父陈母没有办法，只能打道回府。回到家的陈母仔细一琢磨，不对劲里有十分不对劲，她怀疑怀孕这事可能有猫腻，于是找到儿媳妇做试管婴儿的医院打听。这没有，这没有做。他说他哪个做试管婴儿？没有，这没有做试管婴儿。这边不做试管婴儿手术吗？不做。那邛崃什么地方可以做试管婴儿手术的？然后做不了，做不了。居然在整个邛崃都没医院能做这个手术，儿媳妇果然说谎了。
这让陈母不禁怀疑起了小琼和儿子结婚的真实目的，然后便将两人拉到了一档电视节目当面对质。面对来自父母的不信任和质疑，小陈坚定站在老婆这边，他们也无奈地解释了为什么要撒谎。原来小琼年龄大了，怀孕根本就不现实，为了安抚婆婆同意他们的婚事，就骗她说自己还有生育能力。至于后来的孕期反应，那都是年轻时生了几个孩子的丰富经验。而离开琼来的原因，当然就是怕露馅。他们来到城里后，便商量着领养一个孩子将二老蒙混过去，所以在家里陆续购买了一些婴儿用品准备着。只是没想到这么快就捅破了窗户纸，这让他们很是措手不及。为了挽回自己的爱情，小琼打算好好跟婆婆认错，她精心打扮了一番，回到了婆家。她的花花弄的破旧快，在我家没。在家忙着，不是岁岁拿成，不是岁岁打扮吗？打扮了30岁人家。这话差点就说到小琼的心坎上了。为了让婆婆原谅自己，她还抢着干家里的活。妈，我也是，我也是嘛，那是干活，我也是。不过婆婆显然并不买账。小琼委屈巴巴地回到房间里，突然发现墙上贴满了小孩照片，陈母似乎在用这个方式提醒着她，不能下蛋就赶紧滚蛋。这日子不过啊，你咋过这日子？不走的日子呢？走吧。哦，去你滚！于是小琼收拾好行李，自己滚了。自从小琼离开后，小陈每天躺在床上，嗅着老婆留下的体香，眼泪鼻涕哗啦啦流。陈母看在眼里，疼在心里，她拿着一个精挑细选、长相和身材都非常哇塞的30岁小娘子的照片，企图唤起儿子正常生理反应。但是儿子却说别的女人与他而言全是粪土，此生非小琼不娶，这就要了老娘命了。实在没办法，陈母又带着老公和儿子上了一趟电视节目，同时节目组也把老 baby 小琼找来了。陈母敞开心扉说，之所以反对儿子和小琼结婚，是担心儿子没有一儿半女，老了成为孤家寡人，收尸都找不到人。但儿子却说他可以去敬老院，不要他们管。这气得陈母直接哇哇大哭起来，看着已经无欲无求了十几年的老陈说，指望他们给老陈家延续香火看来是不成了，我俩再造个儿子算了。毕竟相较于比自己都大的儿媳妇，自己再生的可能性还大一些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假如小陈是你儿子，你会接受吗？